侯奇瑞，幸好你是遇到我。如果你是遇到刚刚那个胖子的话，那后果就没关系。只要你让我开心的话，或许能放能离哦。 大哥，不要开玩笑，关了哦，黑麻麻的看不到，怎么开啊？万一掉到河里怎么办？叫你关就关。好了好了，停车停车，停车了。他们在那边，把钥匙给我。你在车上等我，走，我们下去走。 还有我在这边等他们呢，今天我告衰啊！啊，对哦，报警！这种事情啊，就是赶快报警就对了。哎，不行哦，万一被他们发现，到时候把我灭口，算了算了。啊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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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放火拼了。不、哦。喂、欸，我的板金很贵的，你再给我撞下去，挺现实吧？哦，这些年轻人哦，不学好了，你们是在外面哦混流氓、耍黑道是不是啊？我今天哦代表你父母好好教训你呢。啊，喂，唐总啊，喂，偷我的车子，喂，别吵架，板金有多贵啊？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教训你了，你说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啊？不要跑。跑什么跑啊？喂，你很厉害吗？快点！混的，混的啊！哦，这个造型更贵了。你只要跟我在一起，都不会幸福吗？我不相信，我觉得我很幸福啊。像这样被绑架，很幸福。我不怕。开始有一点怕，
但后来我想到你教我的，要冷静，观察身边的人事物，要善用环境。你看我现在不是逃出来了吗？好好讲好吗？我，啊！下车！你放开他！红爸。